好，各位大家午安，大家好。<laughs> 好，刚才子毅学长问大家说，你最喜欢做什么事情，对吧？對那我现在要问各位，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嗯，快点想一下，我们时间有限。<laughs> 谢谢回答。好，现在帮我在脑袋里面想一下你们的回答哦。我来告诉你我的答案吧。我的答案呢，是我最喜欢吃的叫做柠檬塔。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跟其他的甜点比起来啊，特别的清爽，而且在其他味道里面，我也是最喜欢吃酸的东西。第二个喜欢的东西叫做鸡蛋糕，你知道可以在冷飕飕的冬天里面吃到一个热腾腾鸡蛋糕，真的是我人生的一大乐事吗？但如果现在啊，我面前有一个鸡蛋糕跟一个柠檬塔，我会无条件的选择柠檬塔。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是因为啊，我最喜欢吃柠檬塔，这没有什么大道理，就只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它。 这样听起来，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啊，所谓的最喜欢，这、就是一个比较之后的结果，而当中的最，就是赢得所有选项、获得胜利的那一方。接下来，我要给各位看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合照，大家看起来都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如果现在变成这样子呢？这个是我把这些同学在过去高一、高二两年之内获得的奖状、考过的证书、参加过的活动列出来，放在上面。 你知道吗？这就好像是你现在面前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手链，但是这个标价一千块，这个标价一百块。你的心里就会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觉得标价一千块的手链看起来好像就是比较好看哎。我们这三个一样的人，标上了奖状，标上了历程，标上了证书之后，就开始分出了高下，就开始发现哎，我好像比这个人厉害，这个人好像比我厉害，又或者是这当中三个人好像有个人最厉害。 比较这件事情啊，就是在给我们做的每件事下一个定义。举例来说，我前阵子在测体适能的时候，我在测立定跳远，然后我的成绩是一百四十多公分。你知道，其实一百四十多公分啊，已经跟我身身高差不多了。我就觉得，哎、欸，我已经跳了跟我自己一样高嘞、欸，那我应该很厉害吧？但是我转头我看到我隔壁那个同学，他跳超出了那个测验的地点，他跳了超过两百公分，我就发现，哇！ 其实一百四挺烂的。比较这件事情啊，就是在给我们每件事情下一个评价。我比较好，你没有那么好。在场最小的年纪应该大概国一吧，所以大家都已经在升学体系里面打滚了六七年了，所以应该都已经很熟悉一件事情，叫做比较。我比你好看，你比我高，我考得比你好，就连英文都比较级，I'm prettier than you, you're smarter than me。但是呢，比较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要来隆重介绍一下我自己，因为啊，我曾经在我在写 TED 讲稿的时候，就有同学问我说：“来参加 TED 的每个人，感觉都做过一些很厉害的事情啊，那你做过什么事情？”我就想，嗯，在我过往漫长的十七年人生中，我做了什么事情呢？来，这边是我列举出来的，因为我自己有一些兴趣，像是我很喜欢唱歌，我也喜欢画图，这些兴趣也曾经在让我在人生中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然后，毕竟活了十七年嘛，我大概已经把可以活八十年的人生活了四分之一了。所以呢，我也遭遇到一些小小的困境跟一些困难，但每次我也都靠着我自己的意志力撑过了。然后在国中的时期，我的成绩很差，但后来我也靠着努力读书，把成绩变好，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自信。嗯，我很想要说这些是真的啦，但不是。 我重新隆重的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大家好，我是高三一班的杨佳怡。我没有靠着兴趣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我没有坚强的度过每个难关。而且，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所以我不是很在意我自己的成绩到底长什么样子。我的人生呢，也就没有办法上演什么认真读书、成绩变好、建立起自己的自信、找到人生方向的剧情。我就常常觉得啊，跟其他那些很优秀的人比起来。 我就好像是路边的一个灰尘一样，我今天轻轻飘过来了，我等一下就要飘走了。其实啊，我一直觉得很优秀的人有一种设定，像是啊，他们可能分成两类，其中一类就是他们天生的，他们像是呢，他们家庭和乐，而且他们家很有钱，他一毕业就可以继承家产，而且他家有田可以继承，我超级羡慕。第二类呢，就是他的成绩很好，他个性很开朗，很外观。 而且大家都很喜欢他，他也有很多的朋友。我觉得他们每一天都在努力朝着他的梦想前进，都在努力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他们身上好像散发着耀眼的光芒，跟我不一样。我就想啊，我也想要成为很厉害的人。我也曾经觉得我一定可以成为最厉害的人。我曾经想要成为超人，我想要成为最厉害的那个，然后去拯救世界。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世界都被我拯救了， 那世界上也没有人可以比我还厉害了吧？而且我在小二之前，我也真的觉得我真的有办法变成最厉害的人。这是为什么呢？我小时候啊，我住在新竹，然后新竹真的不愧是风雨米粉的城市，那个风超级大，我大概每一年都会看到有一两台机车被吹倒的画面，而且在冬天的时候很冷很冷。 我可能每天都要穿个三件衣服啊，一件外套，再加一个围巾，一个帽子，一个手套，再加一个口罩，我还是会觉得有风从那个缝隙钻到我的衣服里面，超级无敌冷。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祈祷，可以不可以上天让风停止五秒钟吧，五秒。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风真的停了五秒钟。我就开始觉得，嗯，我一定是上天最喜欢的那个人，我一定是他不小心流落到凡间的小女儿，我是来渡劫的。对。 所以其实我我可能不是最厉害的人，但我一定是神最喜爱的那个。但就像是我前面讲到的，我这种自信就维持到了小二。在小二那一年的某一天，某一个周末，那天啊，我的姐姐去隔壁的国中考语文资由鉴定，留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在家里面。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开始吵架了。 啊，当然，吵架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不是很奇怪的事啊。因为他们两个啊，本来就像是冷战时期的那个苏联还有美国一样，每天处于一个对峙但还没有打起来的状况。那天也就只是他们刚好那么刚好的开始，他们日常 schedule 开始在吵架而已。那天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我在看着一个绘本，那是一个关于三只小熊的绘本，有其中有两只大熊，他们是爸爸妈妈，他们在用大树干盖大房子。 然后还有一只小熊，它在用小树枝盖着小房子。然后他们盖完房子之后，就开始在去旁边荡秋千，好开心，哈,哈哈哈。然后呢，我就看着我爸爸妈妈在那边上演战争与冷战，然后我这边三只小熊在荡秋千，好开心，哈哈哈,哈。我突然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呢？有一些人，他一出生就活在我最想要去的环境里面，但这个环境却是我争取一辈子都争取不到的。 我很伤心，我开始哭，我就沾了沾我的脸上的眼泪，在墙壁上面画图，一直画，一直画笑脸。我开始一边祈祷说：“可不可以上天、土地公娘娘、妈祖娘娘，或是什么东西的，可不可以保佑我们全家？只要开心就好，不要吵架，只要这样就好了。”但是想当然了没有人也没有神听到我的祈祷。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忘记了。我只记得我那一天发现，我其实并不是上天最喜欢的人。 我只不过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就这样而已。但是，神不最爱我了，那我要怎么样才有办法成为最厉害的人呢、啊？我就开始寻找我人生中还有什么其他部分可以和别人比较的。学生嘛，也没有什么好比的。成绩历程，以活动经历来说，那阵子刚好在甄选教育旅行，我就带着我可爱的蓝色资料夹，还有我国中三年获得的我觉得还不错的五张奖状。 到了活动现场，我遇见了一个我很厉害的国中同学，他真的是我觉得很厉害的人。如果是我心中有一个对于超级厉害的人想象，他应该就是那个想象的实体版本。他连续蝉联了我们班三年的前三名，而且他也参加过很多的活动。师长们都很喜欢他，他本身也是一个大方而且外观的人，同事们也都很喜欢他，我也很喜欢他。他就像是我人生中的标杆一样，我也很想要跟他一样。 成为那么好的人，但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到了甄选现场的时候，他竟然只带了一个纸袋。我就问他：“啊，那个纸袋是什么东西啊？”他把纸袋拿给我拿过来，一看，哇！如果说我的国中三年足够让我拿出五张，我觉得还不错，很好的奖状。那那一带可能是我的五十年、六十年，又或者是更多。在那天啊，我终于发现了，有些人是我真的一辈子都比不过的。 但是我曾经觉得比较就是我人生的全部，我的生命意义来自比较。但是什么事情都比不过别人的我，在比较中是一个失败者。在这个物竞天择世界里面，失败者是没有存活的价值的。我也开始觉得啊，我我可惜以后啊，但是当然我没有什么去投胎的勇气，所以我就继续以失败者的身份活到了高中。到了高中之后，每个人都开始被升学压力追着跑。 我也发现，呃、啊，我再不读书，我要没有大学了。但而且你知道，现在明道大学已经倒闭了，再也没有办法收留我们了。对，我就开始认真的读书。<laughs> 我的成绩也从原本国中的倒数前十，到了后来高中的前三。再后来我考中了实验班，实验班分组之后，我也考过了几次前三。但是随着我的成考试成绩好像越来越好了，我好像超过越来越多人了。但是我反而开始找不到。 我之前和别人比较之后带给我的快乐，我也找不到那些动力了。我开始在想，就算有一天我真的超越所有人，变成最厉害的了，我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就会找到意义了吗？在某一天晚上、啊，我做一个很奇怪的梦，一个僵尸围城，全世界人都死光光的梦。然后我就一个人躺在天空上面看着星星，因为没有人了嘛，我就开始跟星星聊天。我就想啊，这个。 看起来蓝蓝的星是我姐而、啊、这个看起来特别扁的是我同学。我就给每个星星都安了一个身份，但是当我要决定，嗯，哪颗星星是我那个最优秀的同学了，啊？我突然不知道怎么决定了。要用颜色吗？可是这个红色的好像又没有那个蓝色的好看。用大小吗？可是这个最大的星星看起来又没有另外一颗亮。不管用什么东西去比，总会在另外一个方面又被另外一颗星星比了过去。这就像是我一样。 把这些人生分成了一份一份又一份，每一份都拿去和别人比了，发现比不过，就开始唾弃它的存在。我一昧的模仿着别人的样子，想要成为我心中好像真的很优秀的样子。但是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从来都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星星才是最好的星星。那为什么世界上的人一样那么多，我们却可以一眼就看出你很优秀，你不优秀呢？ 我当初讲稿讲到这边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哦，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你要说不要和别人比较嘛，我都知道啊，道理我都知道。但这种事情是那种功成名就的人才做得出来吧？他们有办法不和别人比较，因为他们已经够厉害啦，他们干嘛跟别人比较啊？”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啦，但其实他有一点说错了。这件事情不和别人比较，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就以我我自己为例，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站在这里吗？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不小心被社团骗来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不再把我自己和别人比较了。我很幸运的认识这一届很多来参选成为讲者的人，他们每一个人真的又是我另外一个心中的标杆了。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有想法，很愿意表达自己的看法，也很有很丰富的经验。我超想要跟他们一样的。如果拿我自己去把看他们比较，那就很像是有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跟他一百八的哥哥要开始比赛打篮球一样。 你就会担心哦，小朋友你会被球打到头啦，而且你会断言他并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性。但我今天站在这里了，想当然呃，并不是那个幼稚园小朋友真的反胜赢了他哥哥，而是因为幼稚园小朋友啊，他在一次一次的打球之中，发现了要怎么样才有办法把球好好的接住，怎么样才有办法打得更好。他也发现了，其实哥哥打的方式并不是唯一最好的。 今天我站在这里，就是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想法。假设啊，我们现在全部人都在一片星空中，有些人可能是特别耀眼的天狼星，有些人可能是无法用肉眼观测超级无敌暗淡的一颗星。但是啊，你怎么知道你的亮的星才是最好的呢？虽然说没有人不想当最亮的那颗星吧，像是我就超想的、啊，我超想当那个超级无敌亮，每个人都只能看我的那颗星星。但是啊。 虽然说我们看看别人，再看看自己，只会觉得自己暗淡无光、黯然失色，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存在的价值。萤虫之辉，何苦总与日月争辉呢？虽然说我们并不是最闪耀的，但是我们依旧在发光。各位还记得我的题目叫做什么吗？啊<对>，oh, 对，我的题目叫做“罪 大家可能都认为最是一种比较之后的最高级吧，像是英文的那个最高级。但是其实我认为所谓的最，并不是说我今天赢过了谁，我超过了谁，我踩今天又踩了多少个人成为了第一名，而是说我某一天可能突然发现，哎，这件事情我之前都不敢做，但我现在敢了。这道题目我之前都要看他苦思良久，痛哭流涕，但是我现在轻轻松松就把它解出来了。或者是某一天我突然发现，哎。 我好像更会表达自己的看法了，我学会管控自己的情绪了，我也学会如何更好待人接物了。再或者是，可能是某一天滑手机啊，发现哦，我今天心情差的时候发了 emo 文啊，看着自己再也穿不下的外套啊，或者是考完一次大考，叠成一堆准备要拿去回收的教科书之类的，你就突然发现，哎，这么多年过去，我真的长大了，我也真的变得不一样了。 当你有这个发现的时候，你就是最好的自己了。我所认为的最，并不是说超过了多少人，而是说我的每天都在不断的向前走，一直走，一直走。但是有天，当我突然停下来的时候，我回头发现，啊，我真的已经走了好远好远了。没有人可以永远都比别人好，但是我们一定可以比过去的自己还要好。嗯，但好又是什么啊？可能是。 我今天又比昨天更快乐了一点，我今天又比昨天更坚强了，我今天比昨天多呼吸了两秒钟，这都可以啊。所谓的好是你自己定义的，只要你认为你真的不一样，你变好了，你现在就是最好的自己了。让我们大家一起成为最好最好的自己吧！谢谢大家。